接下来一起关心天气方面资讯了。人生一集，歌唱比赛唱出台的，一首对的人红遍了大街小巷。欢迎收看1月26号的台湾地方新闻，我是魏明。首先来关心本节的重点头条：自行车道变得不安全，相当危险。台东市一名柯姓民众因为突如其来的高低落差造成了摔车意外，用三轮车送爱心小女生背狗完成了梦想。首先来看到的是呢，在台东市往卑南方向的铁道自行车道，前些日子发生了有民众夜间骑单车在没有路灯的自行车道，突然的高低落差造成了摔车意外，附近四周都是农田，发生意外时也不知道该向谁来求救，自行车道变得不安全，谁来替民众把关？请看我们独家所做的报道。这里是台东市知名的自行车步道，但是先前这里却隐藏了危机。记者目前所在位置是在台东市的自行车道，看到了高低的落差，之前有民众在这边因此而受伤，是否有关单位可以更加的重视呢？高低落差差了20公分，晚上灯光不足，一不小心就很容易造成严重意外。上星期六。星期六。对。大概什么时候？几点？晚上八点。晚上八点，所以爸爸都之前都有骑脚踏车的习惯。对，他偶尔会出来运动。那当初是没有灯吗？还是？爸爸他说有灯，可是灯没有亮。灯没有亮，是暗的就对的，所以看不到突然的一个高低落差就对了。对。所以他的伤势是？他伤到，他撞到额头跟脸这边，对，然后因为他刚好一上一下，所以变成他眼睛没办法打开。嗯，那当时他有求救吗？因为他身上没有带手机，因为他是想说他运动而已，运动就不用带什么手机啊、带钱什么之类的。是是是，对。那你知道他当时他跟你讲他当时车速大概多快吗？他没有骑很快，就慢慢运动的方式。对。對，那还是就是有黑，就是淤血就对了。嗯。哦。所以你觉得这边还蛮危险的？对啊，因为可能他不是第一个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可是他第一个发生的。这个高低落差至少有半个书包这么高，那也希望有关单位可以好好重视这个地方。记者联络了相关单位，目前由观光旅游处负责管理，已经请承包厂商尽快解决照明问题。高慧敏的这样报道。做完报道这则新闻之后呢，建设处已经做好相当完整的措施了。接下来，一位从花莲来的小女生骑着重达了250公斤的三轮车，沿途卖杯狗，以带着捐赠的物资要从花莲到台东，沿途送给公益团体，并且戴上逗趣的眼镜，要以欢乐的方式送爱心。来看她的故事。现在很常有机会看见有单车族在路边骑单车，可是这一次这个小女生则是骑着一台重达250公斤的三轮车，她从花莲要骑到高雄来卖贝果，而且还以老鼠来命名。这一年，我有很多小朋友看到这台车都很开心。那因为我要回高雄的路上，我想说要骑这台车，然后沿路就是跟很多大小朋友一起分享这样的快乐，然后顺便请他们吃我自己做的贝果啊，然后讲一些故事这样。原来他原本是高雄人，但是因为向往在花莲的生活，刚开始决定到花莲工作一个月，却没想到从此爱上了花莲，并且在花莲的一间咖啡店学会制作 bagel， 而且呢，他还骑着老鼠的 bagel 三轮车，带着逗趣的趣味眼镜沿街贩售。这次希望将所卖出的 bagel 金钱，还有大家所捐赠的爱心物资，他要沿线来送给公益团体。在台东，他也要到知本的美丽树屋来捐赠物资，以及讲故事，更要分享他好吃的 bagel。 他原本是一个写电脑程式的工程师，却在一个想法之下，决定先辞掉工作，好好的进行这项计划。很多单车客啊，然后我们会互相加油，对啊，会互相支持啊，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做，我们虽然很渺小，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还很多，对。老鼠是因为我们就是把自己当成是实验的，就是身份，然后去做这样一件事情，包括做杯，就是骑上的时候卖杯狗这件事，是我们在实验的，对啊。而曾经是跟他一起在国中读书的男同学也被他感动，也向公司请假一起陪骑，也一起与他分享欢乐，分享美好的事物。出发点跟心意就觉得很感动，
就一起来参与这个。你想要陪他完成？对对对。现在有不少人愿意放下工作来进行爱的分享、爱的传递，也证明了其实社会还是充满温情，也让人再度见证了幸福的滋味。以上新闻记者张玉成政府报道。